对，大哥，我就感觉咱俩要在一起的话，就有点像墨汁劝大葱似的。你这边诗情画意的，我这边就问你鸡蛋买买，你说，你说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日子咱俩其实过不了。你是觉得过日子搭不上是吗？搭不上，我俩这性格反差也太大了。大哥刚才就听我挺好吃的，所以我就挺他的。我感觉女人更加像水一样的柔软，啊，就是像儒家讲的三从四德那样，就是，像男人就像天一样，女人像地一样，就是男为乾，女为坤，啊，就是坤嘛，就像这个厚德载物，啊，女人呢就像水一样柔美，这样才更有女人味，男人才更喜欢。这小伙子很有修为呀，是天乾地坤。男为天女为地，这样的话方可家和万事兴。哎，一号天爱，哎，我怎么把天爱忘了呢？在短片里看到你说的经常看聊斋是吧？啊，看过。我想问一下你看了哪个妖精了？我看好狐狸精，狐狸精了。我你这么说的话，我还真不瞒你说，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说，都给我起个外号叫千年狐狸精。不是现在这个年代，狐狸精是夸人的吗？我也想这么说，我总觉得好像我小的时候听到狐狸精都是很贬义的。对呀对呀，你怎么会想找狐狸精呢？因为聊斋里的狐狸精和平常狐狸精是不一样的啊。它是什么样的？它是非常有女人味的，非常温柔，而且长得非常漂亮。特别讨女能讨男人喜欢那种。那我知道了，蔡晨呐，你守着你那苹果园子几百亩林子，你就在那儿静等狐狸精的到来吗？是啊，我等了好几年没等到，所以就到全世界来了。